我们来看一下小帮手。哎，这个赌盘我还没研究好啊，研究好再弄啊。我现在还没有研究好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那个，你懂的，怎么弄出来，不然就可以赌一下小帮手会不会搞，可惜了。我吃着晚餐了，我们看一下小帮手啊。你的队友都打十几万的，你已经出土了，你就出土了，还习惯吗？还行。订阅退局还看得到吗？看不到了，退局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最后几个月还在订阅我的人，抱歉了，因为这个临时签约也很临时啊，没有办法马上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也不确定会不会签到，所以就一直没说。那快，哎呦，小帮主快死了。那快一两个礼拜啊，就没办法跟大家讲，不好意思，应该改成 Facebook 我是瑞瑞就不用了、啊。Facebook 我是瑞瑞看起来不好看、啊，年老瑞瑞也比较恶心啊，看起来比较老。哇，小帮手好强哦、啊，还知道这边有卡牌哎、欸，哎呦，还差点卡墙哎、欸。第一组门不是要进第二个吗？小帮手没练过，这个因为对面的家族到最顶尖的，所以我们就用两个顶配号陪小帮手一起打。然后小帮手这样进这个船门也是不错，他是走路型玩家。哎呦，又下来了，很慌哦。哎呦，被制防了，好怕哦！你后面没东西了，不要怕、哦，后面走一走就结束了。你老瑞也真的老哎，二十几年老都觉得还好。我看到那个三十年再配这个老字，看起来就真的老了。好，你担了个苦哎，有人打39万，有人打7万的，好奇怪哦。我们没办法浪哦，小宝，因为我们在追那个在追排名哦，我们基本上就一定要玩疯哦，尽量玩疯，就能零封就零封。对不起，我肯定是夸奖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是嘴小帮手？不可能啊！我11点关播，我现在因为有签约，所以我都很固定的开台跟关台，就直接讲哦，开台跟关台都是固定时间哦，基本上不会翘班哦。今天追随人的追随明天更美好，因为翘班人就没了，钱就没了，所以肯定不能翘。哦，没有，我之前英雄联盟也都精英呢、啊，我每一款游戏都很强啊。我这个懒得打三而已，不然前十名也是随便拓都可得，拖两下就有了。所以我现在唯一不会玩的就是射击游戏。等我那个17万的电脑到之后，我就要疯狂练那个射击游戏。我买了配件，买超顶级啊，就没有任何的借口了。没练起来就是我的问题，这样就不会有说我12点半关台，然后开到早上的事了。对，因为开不了 ，FB 会强制关台，最多5小时的样子。我看他设定就是5小时必帮我关掉。除非我重开，因为他不希望有一个人，因为我们是签那个时速约，但多少时长不能讲，时速约，然后时速约就是他不希望一天就把所有时速开完这样，所以他可能会有强烈限制。淘宝江没人有料，没办法，他没有那个忍者必须死的那个分类哦，我只能先用这个，因为如果不设分类就会出事哦，所以一定要设。SSR 光剑有什么看法？那个不知不知两下那个吗？那个东西我目前。对他的期望没有很高，谢谢追随，追随明天更美好。除非他攻击力超高，不然我一定不会抽，好不好？小丑说他会抽，因为小丑练营销。小丑说他一定会抽满，他第一天抽满，我再跟他借个账号测一下。你们再去看我 YT 影片测完怎么样，我们再做一个结论，好不好？如果觉得我自己觉得还不错，有料我就抽了啊，没有料我就不抽了。哦、我们来看一下小丑。哎、欸，
哦，他下来了，他是不是在搞，还是说下面的钱比较多？好奇怪哦，我不懂，可能下面的钱比较多吧。他不是有一个锤子哥是走路是怎样？对，感谢干爹，干下去干爹不干爹是你失去新冠是哦，被秒封对面有料等一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有个人还在搞零输出哦，哇！要不是因为这些人用新台币压制，他的人没了。哇，这个亚米走路博，或者那个冰尼克斯瑞就是小帮手啊。行窃，原来是因为行窃哦，对不起，忘记了。他扣到零块嘞，你不是说他，你们不是说行窃吗？这人怎么零元啊？哇，好帅哦，小丑这个朱雀，有料哦。玩游戏就是一起玩啊，就跟他们当初小结巴大家喜欢一起闹改成小结巴一样啊。我们家族就是改这个，然后每一年要改一次名字，每一年要画一次勾玉，因为长大一岁很尴尬。哇，怎样啥？我们先来切西瓜哦。啊，就22 K 没有，我现在不是25了吗？没搞哦，不是25很久了吗？不是啊，怎么样都会比 Twitch 多啊，这样好不好？有签保密协议是不能说的，说出来我人就没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他名叫他姓 O W O 名 O W O， 他可能很久以前办的，很久以前审核不严格。然后你们现在在跑下西瓜，我们要为家族再出一份力啊！谢谢追水友，追水明天更美好。第一个会有很高的西瓜。你也追水了，那就追水，我们明天更美好。哇，小丑每次半钱还是丢哦，好狠哦！谢谢小丑，小丑大气，小丑牛逼，小丑祝你事事顺心，万岁，年年有余。主播，我没搞呀，打到一半，有个队友说卡墙死了，我才手抖的。那个大概是亚米吧，我看那个亚米的跑速肯定有问题。哇，是零玩家呢，压之草压之草是两个鬼头那个吗？参加风扇，请问一下，压之草是两个鬼头那个吗？有人知道是哪个吗？请问有大神知道是哪个？这个是两只鬼头的吗？两鬼头的没错，那我很难输啦。看看我这个东东，天狗妖面对鬼族加260，这个输啊，除非我调动。对，再上两，我先把这个，我先打完我的家族战了。打滑了，不是哦。打滑喽。OK， 还好有移速，哦，吓死我了。然后弄他一手 ，OK， 弄他一手，看他敢不敢开大局。可以追随的追随，明天更美好。打个风攻，开大局，直接下，碎啦，虚到了，他虚弱无力。OK。没问题，这个胜券在握，除非调动，调动就不好说。还没出图，出图了，怎么会出图？
伤人啊，伤小孩！我操，怎么有蝙蝠？哦，乌鸦，怎么有乌鸦？哇，哎呦，哎呦，早知道带海蜜卷走了，好扯哦，还伤人，厉害不厉害？哎、欸，他这个驱散有料哦，没驱到哦，那也没办法哦。这手驱散驱的蛮有料的，算他厉害哦，但是没驱到。有一点衰骨，那也没办法、哦，他尽力了。OK， 还好赢了这一场。哎、欸，他乌鸦啦，他脏了你也不会死，死了就换一放出来了。没事，好脏好脏，主播有料，不愧是组长大人，好狠哦！别搞威力改。大家都原形毕露了，对哦，没有，有些假的，有些根本不是那个年纪的。不过还没那个还没娶，比如说小帮手，他就要娶18岁小帮手，那肯定不肯定有问题。